要看，因为你的20岁女儿廖思维好像遇上爱了。他是忘记了情窦初开的自己，来装六思维勾起你甜蜜的回忆。十八日晚间，咱们在新商圈 New Nighty 遇见风不大百货千金廖思维，要让约会对象看见最完美无缺的自己。廖思维可是做好万足准备的哦，遗传妈妈圆圆的大长腿一定要露，可可思维妹妹脸上的修容和亮粉应该没在手软，就算拉开镜头，必然还是像中央山脉显目呢。双手的戏份也没少，光脚指甲加上 bling bling 的戒指，时尚完成度我给100分。再配上价值14万的 Dior Lady Delight 包，低调奢华风 get。外表分析完毕，接下来观察思维妹妹的行为。她时不时留意着路过的人，生怕错过阿娜达的小眼神，也时不时望着手机甜笑，更无意识的抿了抿小嘴。像你的情窦初开，大概是这样没错。哎，我说都描述这么久，男主角也该出现了吧？距离上次这样子被你拥着，已经好久好久。喜欢你，太多太多。我也是。哇，透过荧幕仿佛都听到思维银铃般的笑声呢。进到餐厅，我们才终于有机会一睹让思维朝思暮想的男子的庐山真面目，只能说一个字：帅。绅士的品格从小养成，他帮着思维按饮料，女生呢也把贴身手机分享给男生看，不管横着看竖着看都像恋爱 ING， 有一点紧张。不过这位男同学，你知道你把的是威风千金吗？你知道他身家有多少吗？你知道他为了你还小露酥胸吗？为了日后的和平，咱们有必要继续跟下去。他开着价值100多万的宾士 C250，载着思维前往中山区。不知道这样的配备，玉林娘娘还满意吗？娱乐动新闻，有一点紧张。报道。